为什么停我的卡？好了，你先出去吧。好的。为什么停我的卡？听说你要参加赛车比赛。赛车怎么了？赛车是我的爱好，是我的私生活。 你是我的儿子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。我已经是成年人了。成年人了，是吗？你已经三十了，到了三十而立的年龄了。可你看看你，一天到晚就知道玩，玩玩高尔夫，玩玩马也就罢了，怎么又玩起赛车来了？ 那样危险不危险呢，小峰啊？你怎么就一点人生追求都没有呢？你让我追求什么？从小到大，你让我干什么，我就干什么了。现在赛车是我唯一的爱好，你还要剥夺吗？让我追求什么？豪车、豪宅我都有，还让我追求什么？是，你都有了。可那是你挣来的吗？有区别吗？有区别，区别就在于，那些都是我挣来的。我想给你，你就有；我不想给你，你一分钱也没有。你能告诉我，哪一分钱是你挣来的吗？您就知道钱，您满脑子都是钱。对，我满脑子都是钱，因为我穷怕了，所以我才……行了，行了。 您直说吧，您想怎么着？放弃赛车，从明天起到公司上班来。我要说不能。你说呢？ 告诉你啊，他姐啊，就是没事找事儿，本来呢就瞧不起咱们家啊，这真是无理取闹。你也不能全赖他姐啊，吴桐刚因为咱家的事儿把手摔折了，他姐心里就不高兴。现在你又使唤他做事儿，他能高兴吗？我可没使唤他，那是他自己申请的。哎，我一个劲儿让他在这儿养着，别动。那。他一看我那儿要出去，他自己说他要帮我的，我还跟他说，只能动嘴不能动手。那谁知道他姐来了呀？就看见了。甭管怎么说，他姐看着肯定心里不舒服。吴桐是没什么事儿，你把吴桐接过来，你以后先跟我商量一下。这他创作是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的，这你跟这儿街坊四邻的，这人来人往的。我对了，我还没跟你说呢。 这我今天去给他送饭，那家里边怎么一个什么挺漂亮的一个护工说在那照顾他，怎么回事啊？俺俩人还有说有笑的，一看见我那个女的，顿时就傻了，完了就走了，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你别问了，那是我派去的吧？是，气死我了！你派去的，你怎么能给他？ 哎呦，以后我告诉你，你别干这二百五的事儿啊！就这不，你这不是给人创造机会吗？你这是，你就见这种情况，那我能不把吴桐给接回来吗？那我照顾他，那总比别人照顾他强啊！接回来，对，接回来，对，气死我了，真是！行，别气了，你赶快睡觉吧，啊！哎呀，行了，我睡觉吧，啊！你也赶快早点睡啊，嗯。 伤心。
喝两杯啊。哟，这是风向变了。你不是不喜欢我这一款吗？请我喝。行吗？干嘛圈里肯定就传开了？我情圣。行，他这会儿好多了。嗯，你要不要跟他说话呀？姐，哦，好好好好，哎，好姐，你别生气啊，哎，好，哎，再见。行了，我搞定了，不生气了。谁生气了？谁不生气？你姐现在不生气了？哎，你们是不是把这个事情搞大了？怎么了？干嘛呀？我姐什么人你都知道，不要让我再讲这样同类的话了，她没有意义嘛。她就是那么一个不怕事大的人，无风不起浪。她跑这儿发了一通火，她骂两句，哎，舒服了走了；打我两下，哎，舒服了走了。你安不安慰她，她都要舒服了走了。她也是心疼你啊，你站在她的角度考虑啊。我怎么了，她就心疼啊？是我要回来的，不是妈逼着吧？是我要去站柜台上。我回到这儿来，哎，你上班你不知道，我就躺在你这个位置上。大冷天，老太太左一趟右一趟，给我做饭，给我熬粥，给我切水果，还要怎样？老太太把外边事儿推了，就因为我在家，因为我这么一个累赘，是我要去的，我吃什么亏了？她干嘛心疼我？总之，你们就不要一有什么事情就要。你又不是和事佬，你又不是和稀泥，专业和稀泥的，你干嘛呀？不要再让我生气了，我已经是个病人了，干嘛呀你？我还没生气呢，你唧唧歪歪说那么多。你这么气啊？怎么了？真健忘。什么事啊？我长得好看吗？这个话题我们就不要谈了吧。为什么？你不是很能说吗？怎么谈到这个话题不谈了？有些实话还是很伤人的。没关系，反正我们也不认识他。皮肤很白，头发很长，牙齿很整齐，声音很动听，好几个酒窝。为什么好几个酒窝？哎，可能是看直眼了吧。妈来之前你们都干嘛了？呀，妈来之前不记得了。这么快就忘记了？不是，你知道那种时候人，你知道。我知道什么？我不知道。嗯，好像是说了很多话，好像做了很多事，也好像什么都没说，也好像……哎，反正沁人心脾。我好像闻到了春天的味道。明天再让这个货过来帮你，好不好？不合适，连续来吧。怎么不合适啊？一天就够我受了。真的、啊，我很疲劳。真的、啊，之后很疲劳。然后为什么疲劳啊？哎，总之，要不是妈拽我走的话，我都不会走啊。露馅儿了。嗯。刚刚有个傻子说自己要走了。我说了吗？你猪啊！你装的一点都不像。我演的像吧？我紧张吧？我正告你啊。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是什么？不知道。信任。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拿这种货色、这种小孩的伎俩来考验我，不要再这样。大哥，你以为我有病啊？我去考验你，是 Peter 派了这个女的过来的。你还骗我？是 Peter 有病还是你有病啊？ Peter 认识我老姐还是我认识 Peter 老姐？Peter 让我去给他干活，我说不肯去，我说家里有事走不开人，然后他就派这女的过来，我都不知道你今天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在车上，真的。
解我。嗯，你不觉得这样的人很讨厌吗？咦，好人啊，送货来了。接。喂。喂，罗小聪，你在哪儿呢？你管我在哪儿？我在家，你管着？现在下班时间。你来工地 VIX 接我一下。对不起，我不加班。加班可以，你付我加班费啊。你要多少钱？别，我要多少？大哥，你现在还欠着我4000多块钱呢，我要多少？你给得起吗？现在？你少废话。嘿。干嘛？谁欠谁4000块钱？他今天吃饭，把卡刷爆了，还问我借的钱。吃顿饭4000。谁借谁啊？你借给他？他问我借，要不然服务员不让我们走了。这不是他，他是不是那种皮包公司啊？不会，现在社会上骗子多多呀。会吗？他借你几回钱了？第一回。咱家有几个4000够他这么诓的？他真的很有钱，要不然他不会还去这么高级场所，还有赛车。骗子都是这样的。他所以他才缺钱，他需要补上啊！你别说了，我现在就去把钱要回来。你真行啊，你！行行，你先休息。我不是说我缺这个。哎呀，你别说了。你好，您是会员吗？我不是。我们这是高级场所，不是会员得买票。我进去找个人。那也不行。那多少钱一张票？300。Thank you.
说话呀！我上车，开车。快点儿！把钱给我。什么钱？吃饭的钱。我没带。那你喊我来干嘛？你闭嘴，你开车。在关系没有搞清楚之前，咱不能给林德公添麻烦。你就是怕罗小聪尴尬。宝贝儿，我真没有，我发誓啊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我对天对地对祖宗八辈发誓。那给我唱个歌。不是，别唱了。唱。我说我的眼里只有只有你让我无法忘记，我对你能感动天，我也能感动地，我只要我们在一起永不分离。宝贝，你就喜欢你这样，就是我永远爱你啊。这还好好开车，你要困你就睡一会儿啊。我跟你说，你要再想罗小聪，我跟你没完。开是我开的，不过我没喝酒。我喝酒开车怎么了？我就喝酒开车了，你管得着吗你？你怎么可以对妈妈这么说话呢？我是在关心你，知道不知道？你别假惺惺说关心我。你关心过我吗？从小到大，你花时间在我的身上过吗？你家长会都没去过，还说在乎我？你别逗了你，我跟你说。你不就是不喜欢我喝酒吗？你别拿这个事儿说事儿，我告诉你，我喝死怎么样？你甭管。你又来了，你又来了。我知道，妈妈从小到大亏欠过你，可是我在努力在弥补你啊。你又何必喝这么多酒在折磨自己呢？什么了你？你弥补什么了你？你现在变了吗你？你现在不是工作就是工作，你花时间在我身上了吗？我跟小时候你说别说话，你小时候你没什么区别，我跟你说，没人在乎我。你是越大越混呐、啊，
啊？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去工作呢？啊？我不出去挣钱，你能有这样的大房子住，能有车开，能花多少钱就花多少钱吗？不稀罕。你别以为你觉得好的东西，大家就会觉得好。你的公司我也不稀罕，我不要过你那种想过的生活，你也别安排我的生活，行不行啊？他喝多了，你帮我把他扶到楼上。你别碰我，不用你管。你要干什么呀？我是为什么要上楼去啊？我就在楼下睡了。我是你妈，你必须听我的。走。不是我妈。你再跟我说一遍。我没你这样的妈。你再说一遍。我没你这样的妈。你看，我爸给我老实走，我就没一个亲人了。阿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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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别生气。你怎么这么幼稚啊？你是不是平时都是这么跟你妈说话？你管着吗？你谁呀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把你亲妈气成这样，你还有理啊？就算你妈没养你，她至少生你了。女人十月怀胎最好受的，你现在的一切难道是白来的？我不稀罕。不稀罕你早说，你有本事别住这儿，你有本事打小光屁股走人，那我觉得你很牛。拽什么？住你妈的，吃你妈的，穿你妈的，用你妈的，你告诉他，他不是你亲妈，骗鬼呢！你甭跟我说这大道理，啊！不，你说完了吗？你还有事吗？你别，赶紧走！在我滚之前，我免费送给你个故事。我妈怀我六个半月的时候，我爸和一个狐狸精跑了，从此杳无音讯。我最后一次见到他，也是我这一辈子唯一一次见到他，是在他的葬礼上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能在梦里梦到他。我想，如果只要我爸活着，只要他活着，哪怕他不回家，我都会原谅他，因为他是我爸。对你妈好点，万一哪天他不在了，那个时候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才是真的一个亲人都没有。进被窝，快点！进，手怎么凉了？来，枕头。哎呀，冻死我了，脚趾头都凉了。给你捂着呢，捂着啊。钱要回来了。钱要回来了。别提了，怎么？你以后有钱了，千万不能这么嘚瑟。这有钱人太难伺候了，你记住了啊。怎么了？哎，别提了。什么叫不提了？哎呀，不想提这不高兴的事情。那钱呢？把我骗去当司机去了。他自己怎么不开车？喝多了。又喝酒了？嗯。你又借给他钱了？没借给他钱。哎，我后来忘了要了。嗯。
自当是不还了吧。就算是你交了学费了啊，以后长教训就完了。学校毕业的，什么学历？央美，本科。多大了？28。哟，都28了还找工作呀？宪法又没有规定28岁不让找工作。不是不能找工作，28了，你还没做到管理层的高层，这在职场上面可也不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儿。其实我们不太看重这个，你看我就知道，我们啊是个年轻的公司，我们要找的员工啊，就是兼合了张扬的个性和人性的温暖。哎，你平常咖啡喜欢喝什么牌子？我就特爱喝咖啡。哎，你用香水吗？哎，你问我香水你。哎，你爱摄影吗？我就特会自拍。你这人怎么不说话呀？你这人讨厌。阿姨，哎，先生，什么事儿？你炖点燕窝给我妈送过去，天气干燥，她嗓子不好。哎，好。飞机合同都改了，哎，黑不提白不提。哎，我就说不让你卖吗？活该吗？是，我真应该听你的。你说这女的怎么这样啊？拜金女，唯利是图，见着有钱男人就往身上扑，什么玩意儿？你要把你啊，把你给忽悠了，哎，还把我给忽悠了，我是什么人啊？都是我忽悠别人，我多贼呀，没法说。哎，头两天我看一微博，说有一男的跟一女的求婚，下着大雪呢，完了这男的堆了1000多个雪人，每个雪人身上都写着我爱你仨字。等后来呢，雪人都化了，那女的还没答应呢。我告诉你，现在这女的完蛋。也不能这么说啊，好的还是有的。好，哪儿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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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的是啊。谁？我们家聪就是一个呀，你没遇上而已。哎，哥们儿，你说到聪了啊，我真的提醒你，你别让那富二代把这给泡了。对对对，是不可能，不可能。就是你们家聪那样的，得什么样的极品男人才能喜欢上他？你觉得我们家聪不好啊？也好，也好，没准那富二代就喜欢重口味啊。有道理，是吧？有道理。现在工作再忙，也得啊，最起码晚上得回家住，对不对？在外边住，怎么了？
我怕他累，怎么了？我让他去的，怎么了？我靠，大哥，我现在发现了，你才是真正的极品男人。这个位置的时候，你就要想了。你现在基本上把注意力全部放在了直道加速上面。我一直跟你说，过弯最重要，因为过弯能抢位，也能失位。喂，爱成，怎么了？哦，我跟你说一下啊，我得出趟差。回来看看他，成吗？毕竟你们是夫妻，你是他老婆嘛，你关心关心他。怎么了？他怎么了？他也不告诉我呀。啊，我反正就明天就回来了，好不好？你回来看看他，他呢，反正你在他就好啊。哎，另外，你记着，你千万别告诉他我给你打电话了啊，好吧？行，谢谢你啊。行，我知道了。你看他这辆车多贼呀！啊，你在这儿还有提速吗？我请个假，我晚上回去一趟。你不说好这两天不回去了吗？我有点事儿，我明天早上肯定9点钟过来。那你快去吧。行，你再过去，你再溜两圈，早点准备啊。过弯的时候，知道讲道理，你让我回来，我回来，回来你睡着了，你睡着你还不让我睡，出去。为啥？让你出去。
出去我还是会打呼的。回来，披上衣服，你从客厅的门口，你重新走一遍，重走一遍，重走一遍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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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太不讲理了，你快走啊！重走一遍，还是回来。低头。